这件事情错就是错了，我很勇敢去面对这一切，我也接受大家的谴责。这件事本来就不对，我没有任何的借口去说这件事，因为我说什么都不对，所以我跟他郑重的说对不起。 并没有任何的人去怂恿我，或是任何的人介绍给我一切都是我一时的错误引起的这些，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。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，我希望。 对不起，但是我今天到现在，我的世界，我的心里已经完全崩溃了。这是我从小到大经历过最多的一次，这么多的摄影机对着我。说实在，我的脑中现在是一片空白。我也知道，我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示范。对不起。 记录这件事给女朋友知道吗？他们都只是我的朋友，因为这次的事件，我有做了很多的音乐，在私下跟了很多的朋友的研究，他们也都会来我们家跟我们一起研究音乐。这件事情他们并不熟知，也并不知情，我也没有提过半字半句说我在做什么事情。 所以这件事情到头来都是我的，对不起，大家。接下来的演出今晚也已经取消了，接下来到台中还会再如期吗？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的去跟人家说任何的余地，只要是大家愿意相信。 愿意改变任何的活动，我与我的团员，我们两个都会倾尽所有最好。请大家给我们一次忏悔。可以请一下杨队长，为什么情绪这么激动还掉泪？哎，这件事情其实我不太清楚。 因为最近都在忙于搬家，所以突然发现这件事情，毕竟团结这么多年，然后突发状况发生，我是他身边非常重要的人，我对所有人，我没有尽好督导的责任，所以很对不起。 队友、期待我们的，还有支持我们的人，往后我会尽我督导的能力，去管好我们这个团体，让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受到大家爱戴。